Hello， 大家好，又是我 Mafetti 麦花田啊。嗱，最近咧，大家都知道我搬咗屋啦。嗱，你睇我有个新厨房嘅 setting 就知道啦。搬屋虽然系好麻烦、好辛苦，但系都有样开心嘢嘅，就系可以将我嘅厨具 upgrade 啦。而其中一样要 upgrade 嘅厨具就系电磁炉啦。嗱，话说我有一个咧打边炉用嘅电磁炉咧，跟咗我都好多年噶啦，都相当襟用嘅。嗱，但系襟用还襟用啊，想在搬屋这个期间呢换个新的电磁炉的。这个打边炉用的电磁炉呢400多元的。这个新买的电磁炉呢港纸2000多元。那到底400多元和2000多元的电磁炉有什么分别的呢？听说你们很挂着我。咁我咪入電器鋪度問下啲銷售員，究竟呢兩種價錢嘅電磁爐有咩分別咯？點知我得到嘅回應咧係咁嘅。啊，小姐有咩幫到你啊？係咁嘅，我就想知道咧呢個電磁爐咧就400多元港紙，呢個咧就2000多元喎。咁其實兩者咧個價格爭咁遠，有咩分別嘅咧？啊，其實都冇乜分別嘅，電磁爐都係咁上下嘅啫，平價啲火力咪細啲咯，咁貴啲嘅火力咪猛啲咯。除了火力之外呢，会不会还有其他的分别呢？平价的那没那么耐用咯，寿命就短一点，易坏一点的。如果是贵一点的话呢，就通常都可以襟用，用很久都不坏。啊，几百元和2000多元都说没什么分别，为什么你不答我不知道呢？我就不是太认同这位销售员的讲法。话说我这个的打边炉用的电磁炉呢，虽则是几百元而已，煲水啊、煲汤啊、打边炉啊，其实都没什么大问题的，用这么多年都没什么坏过的。你说便宜的是不是就一定易坏一点呢？我就不是太认同了。不过你知道的啦，销售员都是打份工的啫，无谓强人所难是这么追问人家啦。我都是上网做一些 research 找答案啦。首先理身一下，近排好多人问我咧，我系咪多咗好多广告啊，好多赞助？呢两个炉咧，完全系我自己真金白银自己攞。点讲啊？自己俾钱买嗱，呢两个电磁炉咧，绝对系花田自己攞钱出嚟买噶，唔系赞助，唔系广告嚟噶。不过如果有赞助商想赞助我咯，梗系无任欢迎啦。为咗解答呢个平价同贵价电磁炉嘅分别，买咗呢一个可以嵌入式又可以座台式嘅电磁炉。因为我嘅多年嚟使用嘅火锅电磁炉咧就系呢个牌子啦，所以我亦都特登拣咗一个一模一样的牌子，贵价的款式，那就一于用同一个牌子两个不同价格的电磁炉实测比较一下它们有什么分别了。因为我只有一个这样尺寸的煲，所以我就会分开呢做这个的火力测试的。现在呢我就会将个煲里面呢装 1.5 公升的水，看看它要多久的时间才可以滚得到。现在呢水就开始滚了，但我开到它最大火呢，那个声音呢大家听一下都挺滋擾性的，其實都挺吵的。我說話也都提高了聲線，直頭好像撞籠一樣很大聲，因為現在它的聲音直頭好像阻住我說話一樣。其實它未是很滾的時候，你已經會聽到那些滴的聲音了。當它滾到這麼上下，你看到蒸氣都遮住我的時候，它的聲音是越來越大的。還有你留意一下它那個泡泡在中間這個圈的，而家啲水咧就已经煲滚晒啦，你见到系最大火最大火，亦都系最多水蒸气啦。平价电磁炉用最猛火煲水就要5分01秒先煲得滚啦。咁而家我就会开始咧较细个火，睇下咧佢嗰个火力咧会变成点样。嗱，而家就较到最细火，但其实咧佢系有种阵痛式咁样煲水嘅。你望下，佢系会热一阵停一阵，热一阵停一阵咁嘅。突然间好似完全冇开火咁，嚟睇嚟睇，跟住又好似死灰复燃，慢慢有翻热力，气泡又多翻少少，跟住又熄过，仲唔似产妇啲阵痛？但系当我较高一格，都系属于细火嘅时候咧，加热咧仍然系属于阵痛式嘅。嗱，而家佢突然间咧仲会发出噪音，就系佢要散热啦。佢后面嗰把风扇咧发嘅时候咧，个声音都系好嘈吵下嘅。咁我哋再试下中火嘅话咧，会唔会好啲啦？中火嘅时候加热咧就冇咁似阵痛式啦，似系持续咁加热紧，泡泡咧都多啲嘅。佢开始散热嘅时候咧，你听到个风扇咧嗰个声音都系好大。而家我就用一个咧火力猛好多贵价嘅电磁炉，一样咧系煲热翻 1.5 公升嘅水。而家我就将佢校到最大火，睇下咧效果系点啦。
好像很快有反應喎。如果看看那些泡泡的範圍呢，比起剛才平價的爐呢，它的範圍呢是廣很多的。如果是電磁爐的話，煲水的時候呢都會有聲的，但是那個音量呢就比剛才平價的電磁爐呢低很多了，靜很多。開始滾啦，開到它最大火，它都是持續地加熱，好像滾得很快一樣。蒸面等我做个 facial 扩大下毛孔先，蒸面蒸面，是不是滚得快很多啊？同埋你看看佢滚嗰个状况咧，龟家电磁炉煲水3分18秒就煲滚啦。你看我个眼镜，哇，好滚！好啦，系时候校细呢个火啦。嗱，我试下将佢校到最细火俾大家睇下。你持續會見到啲氣泡嘅，即係嗰個發熱咧，仍然係持續，唔係陣痛式停下停下咁嘅。嗱，而家佢就開始散熱啦，都會有把風扇發住嘅聲音嘅。嗱，而家真係一個最細最細火嚟嘅，但係你見到啦，嗰啲水蒸氣咧係冇停過嘅，持續咁見到啲蒸氣，就即係佢持續咁加熱，就唔係開下熄下咁嘅。呢個就係電磁爐版中廚講嘅文火啦，高少少火力係點呢？嗱，而家火力高啲啲，都係一個細火，啲泡泡都多啲嘅。佢又唔係完全陣痛式開下停下嘅，佢係持續咁咧加熱住嘅。不如開個中大火嚟睇下。嗱，見到嘛，嗰啲泡泡嘅範圍咧廣好多嘅，唔似得頭先平價嗰個爐咧加熱嘅範圍咧個圈係細啲嘅。而家我就熄一熄，聽下個散熱啦，睇下咧佢會唔會都有嗰啲風扇發住嘅嘈吵聲音嚇。好靜喎，即是说贵价的炉散热都快啲咯。见唔见到我只手有啲白色嘅粉末啊？唔系装修嚟嘅。而家我要做一个非常之科学嘅测试，电磁炉贵价同平价发热嘅范围系真系有几广呢？我而家咧就会用中火将糖霜加热，糖霜加热就会变焦糖噶啦嘛。咁我哋就好容易睇到咧佢加热嘅范围究竟有几广啦，好似整蛋糕咁啊。其实完全同整蛋糕系无关。好浪漫啊！噔噔，个蛋糕就咁整完啦。哇，你三行工人咁啊！而家我教到，唉，洗洗手先啊。好紧张啊！唔知紧张啲咩，因为唔知道会发生咩事咯。吓，望住啦，唔好眨眼啊！一个2000多元的电磁炉，那个磁圈可以发热的范围就是这个圈圈啊！我要做实测才不喐只平底锅啫。平时煮嘢食记得不要将锅具同一个位置加热太耐啊！啲焦糖好香啊！这个咧就是我哋最中意食爆谷时候有的 caramel 啦，即系嗰啲焦糖啦。咁而家个范围咧就好明显睇到系咁多，不过千祈唔好温手掂佢，因为非常之热嘅。大概有6寸多7寸的范围呢，不知道平价的电磁炉发热范围又有几大呢？现在就用一个平价的炉试下加热范围是怎样。相比之下，平价电磁炉的表现简直是惨不忍睹啊！黑色的圈圈细到啊，放咁大只镬落去，原来加热的范围可以是咁细的。嗱，大家见到那个圈咧，真的是细好多噶。而家我度下个直径大概有几大啊？4寸多5寸左右啦。有些情况用电磁炉呢，大家会说煮东西的时候会黐底的嘛。没办法的，因为有一些炉呢，他们那个发热呢的那个电磁磁圈呢是比较小一点。如果你落些食材下去，你落到在这个位置的，它加热得够多，那就不黐底咯。但如果你咁啱一只镬，你摆食材的范围不单止在这个圈，还要有些在白色这些地方的，它那个热力呢其实受热不是那么均匀的嘛。那所以很多时候加热不足呢，它就会容易黐底啦。那其实平价和贵价的炉呢，即是各有千秋啦。平价的炉呢，应付一些简单一些的工作呢就没问题的，譬如打边炉啦、煲汤啦、煲水啦、蒸餸呢应付有余的。但由于它那个磁圈咧，即系细咗少少，个发热范围有限啦。想细火啲炆煮或者大火爆炒咧，其实都唔系太适合嘅。贵价嘅炉咧，火力真系猛啲嘅，通常都静啲，冇咁多噪音嘅。当佢细火嘅时候咧，佢真
是持续地加热，而不是阵痛式地开下停下开下停下，所以就比较适合呢焖煮一些餸菜啦。贵价的电磁炉的磁圈大一点，受热的范围广一点，有些的电磁炉呢更加可以做到是双磁圈的。那如果可以受热均匀的话，爆炒啊煎嘢的时候，食材呢就冇咁容易黐底啦。贵一点的电磁炉呢做到的嘢呢真是有点不同。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平时煮嘢食的需要，选择返适合价格的电磁炉啦。今日呢就同大家分享咗我实测两个唔同价格的电磁炉啦。日后再有机会呢就再同大家分享下电磁炉究竟适合用啲乜嘢嘅锅具啦。大家记得 subscribe 我呢个同埋我嘅英文 channel， 仲要记得 comment、like 同埋 share 呢个 video 啊。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